曲折鼠年，迎接好运牛年。在中国农历新年来临之际，我们夏威夷中文电视台给大家拜年了。过去一年极不寻常，我们共同面对。新年伊始，祈福万象，我们充满希望，说说心里话，吐露真情感，让一切美好围绕您身边。衷心祝愿每一位朋友牛年顺顺利利，开开心心，健健康康，平平安安，财源滚滚。位于1380 South King Street Honolulu 的夏威夷龙宫海鲜餐饮及海鲜大餐烹饪、海鲜产品批发零售、各类风味餐饮经营于一体，飞升业界和社区，深受广大消费者欢迎，素有夏威夷龙虾自龙宫的美名。在2021年中国农历新年到来之际，夏威夷龙宫海鲜餐饮向海内外各界朋友们送去亲切问候，感谢大家多年来的关心和支持，同时积极准备货源，调整菜单，以最好的状态，周到优质的服务，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。夏威夷龙宫海鲜餐饮琳琅满目、价格优惠的美味佳肴，一定能给人们新春生活带来无尽的享受。不管是堂食还是外卖，或者选购些新鲜海产品自己动手，这里总能满足对海鲜的不同需求。夏威夷龙宫海鲜餐饮热忱欢迎朋友们的光临，祝各位新春万事如意，幸福快乐。夏威夷中文电视台 Hawaii Chinese TV